听说物资回归了，那主播也再次掏出物资。到我这儿。吃鸡内射速最快的武器，短小精悍，威力虽小，但秒伤一点都不小，一秒输出21发子弹，三机甲来了都给你干开线。这枪其实挺好使的，开镜特别快，走路呢也不减速，但就是看不到有人玩。这波是稳一点还是忙一点？直接怼脸好不好？把算我们。我打了我一枪头，我去。两个，最后边。好，我操，被雷炸了！你倒了、啊？对，我被雷炸了。先爬一下吧，我再回一次血。嗯哼。对，是要走，是要走，快上车，快上车。这波还上吗？这波还停吗？没事，旁边有护国，旁边有护国，你们死了可以死，去护国。还敢打？我操，死了个人。先补人这玩意。我把你这复活，我自己要死，我操。麦田圈，麦田圈，我们在山上应该都不要带一号点吧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惩戒滑行，别急，别下车，别下车。死亡减药，减药减雷。哎，他们位置有点好，要不先打近点的。快来修车，修车，给你把枪，给你把枪。没，我没那个死了，没那个套件了。死了没套件了？啊，不是说死了没套件，不是说套件粘身上吗？那上车吧。看那空投箱在不在圈里？在圈里，直接卡着空投箱吧。有死，好吧，死，给你假头甲。我知道，我捡地上了。可以打吧，打后面那个。看我移动爆头！嘿，哎，圈里的跑毒，他们还打起来，我靠！打了一枪53，对面有个裸点，裸挡板往前推，我在前面架，你们先到圈里来。我到前面支着，你们到圈里来，跟在我后面到放挡板，放挡板，哎，你不用走到我侧边呀，放起来就行，放起来另外一个就能放，然后我上去撞他了。他没捡，打死的是吉利福，那只剩一个人。我知道，那Faker来玩这把都吃不了鸡了。别说他要挂了，还打血啊！哎呦，乌兹 YYDS，